是吧？哈喽，大家好。Hello，我看待会儿我看一下啊，开场我要自我介绍啊。Hello，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张家园学员张家园，终于和你们直播见了。感谢，原来这是艺术家在豆皮许愿池为我许愿，解锁直播啊！感谢各位创始人为我撑腰。感谢，谢谢。然后那个，就是我那个腾讯视频号嘛，就那个粉丝不是破百万了嘛，然后就是感谢你们，就是没想到我也有一天我也能破百万哈。然后说要我送个福利，那我就唱个歌吧，然后也没有真正的好好唱过。今天也是带着我的吉他来的。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看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上大园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就是我不是那个粉丝不是破百万嘛，所以说给大家送一个福利，感谢大家支持我。然后那个许愿池解锁了一个吉他演奏，就是宇宙海。说实话，我大概得有两三个月没怎么练琴了，一直都是在练唱歌跳舞，所以说今天我还特意把谱拿出来了。因为这谱完全都是我自己写的，但是也会有一点生疏，我试一下吧，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弹了还，我试一下哈。哎呀，我自己真不会弹了。这是我很久之前。哎，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原因的，为什么？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吧。一会儿解释一下，调个音先。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吧，就是这样。当时我是很久之前我去录某个节目啊，然后那个当时。就是说要我有原创能力，然后当时我也没有学过原创什么，也没写过什么歌，然后后来就自己写一写，哎，就写出来了。这个算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宇宙海》。然后之后，就是因为我音乐理念稍微高了很多，所以说我就把它改良了一下。一开始那个《宇宙海》是那个就是，结构是不对的，后来是给它改对了。但我现在也忘了怎么弹了，因为挺难的。其实这个我自己编的，给我自己编的有点难。因为以前我是会的，现在好长时间不弹了，我还真给忘了。试一下啊，我慢点弹。
其实后边是改了的。哎，我看看怎么弹来着。噔。先这样啊，我再练一遍，我什么时候再好好把它就是巩固一下，因为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怎么弹琴，所以说就属实有点亏待了我吉他。而且这边海南你知道吧，就是比较湿，我吉他就是又有点稍微有点变形了，所以说它会有一些大拼，也无所谓了。其实我还想给大家展示一个我的别的吉他才艺，这个比较酷了，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这个算是我100万的第二个福利。这个是名侦探柯南的主题曲，然后我想展示一下给大家。这个其实很帅很帅，所以说我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看到我的手，准备好了。第二个福利了，谢谢大家。然后现在那个感谢那个原来这是艺术家的这个大哥大姐这个人给我那个许愿池解锁我的直播，然后也解锁了我这两个特殊的小才艺，也不算是才艺，特殊小才艺，老本行了。然后现在是一个回答粉丝的问题的一个环节，这里面就是给我准备了好多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是我刚看到我就有点崩溃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我的房子没了吗？我最喜欢的 Daft Punk 这个乐队它解散了。哎，我刚知道，我看到这个台本我才知道。没事，解散对他们来说是新的开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聚好散。他们解散发歌啥的，哎，他们解散发歌了吗？发歌了的话，那个你们是，哎呀，我什么时候看看能不能听一下？那现在好像听不了了，所以等节目结束了吧。他们解散发没发歌呀？没发呀，解散了还不发歌，他们不来个解散那种，就是
解散的那个，没算了，好吧。第二个问题是，你带过去的翻译器好用吗 ？Lover Boy ATA 训练的时候，吉祥弟弟用的是我的翻译器吗？是我的翻译器，但是那个翻译器不好用。就是我平时那个翻译器，我基本上处于一个待机状态。然后平时跟那个大强也是，就是说话拿翻译器，他有的时候看他，嗯，什么意思？他也看不懂。然后我说完之后，他的翻译也不对，然后他翻译的也就那么回事吧。而且就是没有网，主要就是我跟大强是基本上有的时候基本上用的是那个英语沟通，所以说，然后就那个日语他就很鸡肋。然后是一公，我的原创啊动作的方式啊，哦，右左勾点二人转，那个是我和张腾，那个我俩当时去想了好长时间，哎，当时我那动作就别呀，因为我以前没有跳过舞，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体验那个跳舞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我就试了一下，那个就当时记不住，有个动作特别难受，就这样一个动作，然后吧，张腾叫我半天，我没学明白，然后说他就是。一开始是左脚右脚然后勾然后二人转，我当时就记得特别深刻。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右前上前雨刷器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当时我们创作了很多就是仗势口诀，这还是其实还挺有记忆点的，但是到现在我现在也不需要口诀，我现在也能记下来了。然后哦，还发现呢，这里面怎么还有腮红呢？就这样吧。然后那个还有啥？哦 ，Love Boy ATA 舞台的小手表是我自己画的吗？是我自己画的。我为啥画的小手表呢？是因为这样，我过来的时候我没带手表，然后那个当时服装主说给我整个劳力士啥的，就那种就金的大金表，然后我合计。没有用啊，你整那边太炫富了，还有点假，我自己画一个吧。然后当时也是就是时间不够了，完了之后我们还想要一个，因为我有个手表的动作，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打算自己画一个，然后他们还觉得他们还说很可爱，然后我就自己画一个吧。还有啥问题啊？还有 Lover Boy AKA 有两句 rap 有那味儿的，你有考虑做个 rap 单吗？哎呦，那 rap 那就怎么讲呢？就我没试过，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就是一点点学习，一点点了解这个文化，一点点去选择学习这个男团中的一个担当，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更我觉得我可以下回尝试一下跳舞或者是唱歌 rap， 就是已经试过一次了，下一次我唱歌吧，要不然后还有就是我的腹肌还在吗？在营里有继续锻炼腹肌吗？听这声还是在的，就是我没有去锻炼这么长时间，就是一直就是在练舞啊，每天都出很多汗，其实那种情况基本上就不用锻炼了，但是我最近力量少了很多，就是原来我一个手能掰过腹操俩手的，现在只能掰过一个，现在都两手掰不过他了，但我还是这90个人里面力气最大。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跳舞会就是把那个肌肉会给跳的就是散，因为而且我在家里很长时间没有锻炼了，主要也是懒。我跟你们互动一下，给你们看看腹肌吧，不可能的，播不了。就是啊，对他们说力量的问题，我还想了，就是我的老师说我力量总容易使过，就是使劲使过了，然后我还得学会控制力量，但是现在会好很多，一开始根本不会控制力量，就是手啊都是散掉的。然后还有问题就是你带过去的那个冲浪服冲浪裤用过吗？没用过，从来没有用过，我倒希望用一次，但是我那个游泳眼镜丢了，它是带度数的，它丢了，我也不知道哪去了，有没有什么我后悔没带过去的东西？我后悔没带我的 Daft Punk 那张专辑，那张黑胶，他们解散了，那个黑胶居然不在我的身边。唉，然后我有没有教外国学员说东北话？有被你的口音带跑偏的学员吗？
有的，我教了很多很多人，比如说赞多呀、河马呀，然后还有米卡啊，对，我教米卡是最有意思的。米卡，我就是教，就是他说我的发，他那天是自己有一次那个理发师，然后那个给他头发剪的不太好，然后他就在那抱怨，说就他的头发像一个士兵一样。我说我就教他，我说你的头型像米猴跳，米猴跳，米猴跳，他就跟他学米猴跳，米猴跳，然后他就没人就出去叫米猴跳，米猴跳。然后他说他的那个头发像那个士兵，然后我就说不像士兵，我安慰他吧，我教他一个就是中文，就是米猴跳，米猴跳。哎呀，现在就是跟你们聊会儿天吧，基本上这个问题都问完了，你们可以现在问我点问题啥的，或者说是咱们聊点天啥的。一虎大将啊，大将那个问题啊，就是那快递还没到呢，我大将是吃了了。哎，有一次最有意思就是，我们在那块吃饭，一起吃饭嘛，当时那个大强在我旁边，要问我那个酱是啥，我就说是，这是营口大酱，他说营口大酱，他舔了一口，这样，然后他就拿黄瓜蘸了，那一顿他吃了三根黄瓜，那一顿大强吃了三根黄瓜，就是后来他就是，每次晚饭的时候他看到我了说。你有大酱吗？你这营口大酱，大酱耶、yeah, ，大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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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喜欢那个东西，很不错。花露水不行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我们十二人间，我上铺不周柯宇嘛，周柯宇啊，他说他也是那种被蚊子咬的那种类型，就是喜欢蚊子喜欢他的那种类型。自从我在他下面睡，蚊子就从来没有咬过他，只咬我。我跟你讲，我一晚上我被蚊子咬24个包，24个包，我一点点查，最后还多出来2个，嘿。当时啊，就真的，他在我上铺睡，完了之后他从来没有被咬过。他说，哎，来这儿就没啥蚊子。我当时听他那个说那话，我就有点，来这儿没蚊子吗？太多蚊子了，这里简直是蚊子的天堂。而且我们那十二人间，他们就蚊子只咬我，你懂吗？有一次我就前天。然后我把那个就是风油精啊什么玩意儿的，就是那个花露水，对，我往身上涂完之后，就是开始发热发凉嘛，然后那蚊子滋，它跟它粘上了，然后一捏死了，就是天哪，你知道那蚊子有多恐怖吗？就是隔着那个就无视那个花露水，直接就开始干我，哎，我当时我都傻了，我就觉得我这个。是你这么说也是，我拯救了十一个人，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寝室从来没有人抱怨过哦，蚊子多呀，蚊子多，只有我被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一天被咬24个，这是我就是人生第一次，就是咬这么多，一般一天也就咬2个呗，一天咬了24个，而且每一个都巨痒无比。太棒了！哎，对，隔着衣服咬我，这个是最强的。然后就后来就是，我就穿着长袖睡觉，然后早上起来发现胳膊全是包。有人打呼噜吗？没有。我们十二个人间就是，哎，就是怎么讲，我们就意外就没有人打呼噜，就是我们那房间大，打呼噜也听不到。没有那种特别响的那种的，倒是有那种，就是我倒是听过一次，就是就是他们睡觉突然就是一下抽一下，那个把我吓醒了，那个剩下的没别的了，做个什么 WINK 是啥，换寝室不换了，十二人间挺好的，有人磨牙吗？那个能听到吗？大扫除，我跟你讲，我现在我是十二人间的寝室长，为什么我不大扫除？就是前两天我就拿吸尘器，我把我们寝室地全吸了一遍。我跟你讲，我虽然说不是最爱干净的，但是我是最勤奋的。Wink 是眨眼啊，就那个，就这个意思。哎，算不会，拉倒吧。睡觉睡得好吗？哎，还挺好，真不错，睡得挺好的。挂蚊帐咋挂呀？就是那玩意儿，首先这边邮就费劲，而且我还没有手机，
他们就是，哎，我到时候可以要个蚊帐哈。行，我记下了，记下了，记下了，感谢感谢。哎，对，被蚊子咬睡得着吗？这个事儿我要严重说一下啊，它不是睡不睡得着的问题，就是我做梦，我在那挠，早上起来全是血，服了，真的。交了很多朋友了，我是那个社交达人呢。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最近？脖上啥？啥？蚊子咬了吧？主题曲难不难？你们猜呀，不告诉你，我就不放瓜。然后切换成东北模式，不行啊，东北模式日渐退步，现在。想吃啥？我想吃冰淇淋，我只想吃冰淇淋，剩啥都不想吃，冰淇淋就行。食堂好吃吗？食堂挺好吃的，还真不错，食堂。就是每天都就是挺滋润。打手摇那个什么意思啊？人家最近在勤奋的学习跳舞，还是长高了？哎，最近真长了，长高长个来着。最近就是不知道为啥，就是最近还在长，我不想再长了，再长我就受不了了，再长我看地下的恐高。寝室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都还好吧，就没有太大还好玩的，主要每天都挺好玩的，所以说就是不会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印象点。就我们要开始直播 battle 了吗？鹏鹏在我旁边，不必吧？可以进去。来来来来，录个镜。我是下一位，下一位。啊，他是下一位幸运观众，一会儿去看他哈。我们现在是要那个直播 PK 吗？别看。我说我卡了，没卡呀。手指好吃，手指最好吃。不管，我就吃，主要这玩意儿我也控制不了。要我盘核桃干嘛呢？我盘核桃不就为了防止我自己啃手吗？我发现我现在还能边盘核桃边盘核桃边啃手。训练完了都在干嘛？训练完都在睡觉啊，当然是睡觉了。还有就是训练完就是在直播。我这个美颜呢？苦加水是啥啊？就是往指甲上涂的那个是吧？嗨，那玩意儿能安排点苦加水吗？我看能把这个毛病改掉。累不累？不累，怎么可能累？弹核桃跟谁学的？弹核桃是跟张腾学的。啊，林墨那奶嘴我也有一个同款，我俩一起拿的那个奶嘴。到时候我们再拍那个就宣传照片，然后他拿个奶嘴，我也拿个奶嘴，那玩意儿还挺得劲儿。他有杂交大将那个心情，当时就是我就没几袋了，你知道吧？而且当时其实日本选手已经爱上了，很多日本选手都爱上了我那银行大将，而且他给砸了，当时就是这样。黑眼圈，对，黑眼圈最近蛮重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老了吧。染发不行吧？瘦了，瘦啊！我可以告诉你，一点没瘦。我来的时候117，现在118，但是脸瘦了，就是消瘦人。用英语介绍自己 ，My name is 张家园 ，I from 辽宁 ，I from East North， East North， Inco in the house，
食堂最好吃，食堂最好吃是原来有一个那个就是爆浆鸡排，现在没了。啊、哦，我想吃酸菜，我真的很想吃酸菜，食堂没有酸菜，我想吃那个血肠炖酸菜，哇，贼想吃。我带了好多袜子，带了很多袜子，我带了大概有个五六十双吧，基本上半个包有，我有包啊，半个包都是那种花袜子，拿起来都是五颜六色的，贼好玩。但现在我就是我洗完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就是那种就是，我就因为把那两个袜子就是混了，就是差不多袜子我就差不多穿了。哎，锅包肉我想吃吃。对，最近真的是，哎呀，啥也吃不着，然后也不带瘦的。哎，咱也不就是不可能。哎，义工特别棒，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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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看吗？嗯。练习室有什么好玩的？练习室主要就林墨好玩，我还行，他每天都特别好玩，他每天。来个被子准备，被子准备。刚弹完，你看那个，他们都会那个录屏啥的，你们看看看就好了。啥玩意儿？什么河马走？我抄回来，嗯，感谢。哎，一用那就好，评价好的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大姐们，感谢感谢。主题曲不说啊，我就不说，什么也不能说。我现在多高我没量啊，我也不知道多高了，反正跟周柯宇差这些。我牙最近矫正了回来点了，因为我一直就戴那个隐形嘛，所以说就是牙最近起很多。退速没了，好烦啊！现在睡不着觉。寝室搞卫生，就是我搞卫生而已呀、啊。他们那群懒的都不行，就我搞卫生。但其实是还有很多干净的选手的，但是是有真的有埋汰的，那就是脱完衣服脱完就往那撇，撇完之后我还得我收，好烦的。出营以后干嘛？出营以后打工赚钱。腿还疼吗？他腿不疼，没事，我腿贼结实。啊，我想喝椰子了，最近没啥没怎么喝过。口红啥色号的？不知道。啊、哦，快在这儿了。OK， 那个直播呀，就剩一分钟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没唠够，那咱们下回直播再唠吧。谢谢大家支持我，然后请大家为我继续撑腰哦。拜拜，没到三十呢，拜拜，还再等会儿。我再跟你们聊，一分钟吧，不着急，反正也。哎，啊，base 准备 ，Inco in the house， 秦皇岛 in the house。I'm missing you, my honey， don't you？ 我是一个被你别犹豫的小丑 ，Oh yeah， 每天都情话想不想你？拜拜。Just tell me， 求求你给回应让我开心。